好，观众朋友，欢迎收看新一期的《笑动2016》，我是龚宁。朋友们都知道，端午节纪念的呀，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代文豪屈原先生。也许在这样的时候，谈诗论茶是对先人最好的怀念。在相声界啊，有一位年轻的相声演员，他叫杨多杰，他对于茶文化呀，可以说是颇有研究。他为很多的杂志期刊撰写了不少有关于茶文化的文章，还把自己对茶的领悟写成了相声作品，一起来看。大伙儿爱听相声，没错，相声啊，也可以说是各位的一项业余爱好，都喜欢听，调剂生活。哎，那作为演员来讲呢，啊，也有自己的爱好，都有爱好。拿我这个搭档来说吧，我姜笑，是啊，平时在家呀，喜欢喝酒，就喜欢这个。可是我劝您呢，啊，别多喝，怎么呢？酒喝多了伤身，哦，喝多了还误事。对，您没事啊，可以喝点茶。为什么呀？那茶是咱们中国的特产呀，而且也是世界三大饮料之一。对，中国喝茶的历史很早了，可以追溯到神农尝百草的时候。那么久远呢？中国最早喝茶的地区呢，是在西南。西南就是现在四川这一带，边陲了。那个地方的先民啊，很早就喝茶了，都是从茶树上摘点叶子，搁在碗里，拿开水一泡。泡茶呀，搁上葱啊、姜、蒜、花椒、大料、小等会儿了料酒，哎，炖肉呢？怎么会炖肉？那么些佐料啊？您不懂啊？最早这个茶呀，是当做一种药品，哦，加上这个葱姜蒜呀，为的除湿，嘿，为的去寒。药到了宋代呀，不用这种大碗了，哦，用小盏，应该建窑的茶盏，建窑，因为那个地方。烧制的茶盏是黑釉的啊，而这个宋代喝的呢是磨好了的绿茶粉，这个东西沏出来是碧绿碧绿的，绿色的茶汤啊，配上这黑色的茶碗，那是相得益彰，好看，非常好看，而且喝茶呢不叫煎茶了，叫点茶。什么叫点茶呀？就是喝茶有一个汤瓶，这个是煮水用的，嘿，这边呢是茶盏，里边放上茶粉。汤瓶里的水煮好了以后注入这个茶盏，哎，这叫点茶，真讲究。点完了以后啊，还要拿一个竹筅，来搅动这个茶汤啊。动作是这样的，你学学，这手托着茶碗，这手拿着这个竹筅，火麻将呢，别尝了，我就这么搅动它啊，搅好了啊，上面能起层白花，呵，古人叫冷粥面。您瞧，要是高手搅动啊，啊，那就不光是起白花了，是啊，能点出各种的图案，嚯，花鸟虫鱼无所不能，真好。宋代有一个和尚叫福全，点这个最好，好到什么程度呢？他呀，能在这碗里点汉字，能耐呀。福全和尚啊，面前摆九个茶碗，哦，每个碗里点一个字，连起来是一首诗，哪首啊？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。哎，那也是八个字。最后一个碗点了个句号，满带标点符号的。哎，这是笑谈。哎，但是能在这个茶汤上啊作诗作画，嘿，这是真的，真功夫。古人叫茶百戏。好，咱们说完了这个做茶的手法呀，说一说煮水的火候。火候？哎，煮水火候啊，啊，讲究听这个水沸腾的声音。听，哎，这水沸腾的声音不同啊。比方说第一次沸腾的时候，哦，古人叫鱼目沸，这怎么讲啊？说这水啊，咕嘟咕嘟咕嘟啊，冒小泡。是，这小泡呢，就跟那鱼眼睛大小差不多啊，这叫鱼目沸啊。鱼目沸，对。二沸呢？那叫连珠沸啊，这就快多了。哎，三沸，老汤，火候大了。哎，四沸，水扑了。哎。水扑了，那可不都四沸，您还不煮茶呢？啊，这倒是，那水可不得扑了吗？哦，说完了这个煮茶的水啊，再说说煎茶的器具。哦，器皿。哎，明清两代最讲究用的是紫砂壶。好，紫砂壶啊，判断一把紫砂壶的好坏五点。哪五点呀？泥、形、工、款、工。哎，这泥泥料，形形制，工工艺，款款实，这还有一个工字，这是功能。功能，哎，五点要求。哦，第一点就是泥料。对泥料要求啊，一般情况下都是紫泥。
紫砂啊，紫砂壶嘛，没错，一般都是紫颜色的啊、嗯。这种最常见，物美价廉。对，除去紫泥以外呢，是朱泥。朱泥，朱者红也、哦，就是红色的泥料。嘿，除去红泥，还有缎泥。嗯，古朴大方，好，粗中带细。要说泥料最好啊啊，还是他父亲那壶。我爸爸老爷子有把壶，是泥料特别的好。你瞧，他爸爸爱不释手，可不嘛，每天拿它泡茶。对，那天不小心摔地下了，哟，愣没碎。你瞧瞧，泥料太好了。什么泥料？是根据制茶方法不同，茶叶大体分为红茶、绿茶、白茶、黑茶。不过再加上产地、时节、颜色等等因素，茶的种类啊可就太多了，这一时半会儿啊真说不清楚。不过在接下来这个节目当中，来自于北京的相声演员刘颖和他的师傅李金斗，把我国各地的名茶呀编成了一段贯口，可以说呀是识茶品茶的小百科全书，一起来看。李老师爱喝茶，对，好喝，是，是不是用器皿壶吗？哎哎哎，天天抱着嘴对嘴的喝呀、哎、是啊。哎呦，李老师那把壶啊，有这么大，搪瓷的。胡说啊，胡说，怎么了？搪瓷的像话吗？紫砂的。你甭管什么呀，您那把壶与众不同吗？当然了，两个用处啊。第一个用处，白天喝茶用。对呀、啊、晚上放床底下。那是夜壶，用我这小壶。您还没听出来呢？啊，还没听出来呢？怎么了？我夸您呢。你不是捧我呀、啊？我当着各位讽刺您呢。你凭什么讽刺我？哪儿？我们一说喝茶，您站旁边大言不惭。我们文艺界好喝茶，器皿壶。您会喝茶吗？我怎么不会喝茶呀、啊？什么叫喝茶？什么叫饮茶？什么叫品茶？您明白吗？四季都应该喝什么茶？您懂吗？嗯。茶叶里包含多少种氨基酸？您知道吗？嗯。茶叶为什么评为世界三大无酒精饮料之一呀、啊？嗯，我跟您说着都白搭。怎么了？您才喝过几种茶呀？我喝过几种茶，中国的名茶我都喝过。这话，这话说大了啊！这您别捧啊，这话您说大了。鼓掌的这些人都知道李金斗爱喝名茶，都喝过。当然了，当着各位，我问您一种茶，您喝过吗？你随便问。注意听啊，哎，大风刮满楼，喝过吗？风刮满楼，对呀、啊，一种茶呀、啊，全是土，谁喝啊？没喝过，什么？对不对？什么土啊？你看，说茶这里有文化，这是一种比喻。那比喻什么呢？这叫雨前茶。怎么叫雨前茶？过去有这么一首诗啊：山雨欲来风满楼，风在雨的前头，雨前茶。哦、清明之后，谷雨之前采摘的茶，雨前茶。它的特点是营养丰富，滋味鲜美。茶文化，春茶，明白吗？您喝过吗？没喝过。这你还说真的好。茶叶里有很多知识。是啊，这一种茶您没喝过，再说您更没喝过了。哪种？山中无老虎。这是什么茶？猴魁。你看，这都是文化人啊，听明白了。啊，哎，他为什么叫猴魁呢？有这么一句俗语，山中无老虎，猴子怎么样？称大王啊。大王就是魁首啊。对呀、啊。您像猴子都称为魁首，这不猴魁吗？名茶，哎，猴魁。哎，好，好，再说一种啊。啊，你说。说把这珍珠粉呐 啊往李老师这大鼻子上一抹，这就是一种茶。什么茶？嘿嘿，银钩。鼓掌的都赞同我的意见，珍珠粉银白色的呀，对，银钩鼻子，对，一抹银钩，银钩，哎，这不错不错。说您用头发扎人一种茶，什么茶？毛尖。我这头发太硬了，李老师啊，您这头发太少了。是啊，这是一种茶，什么茶？毛蟹。毛蟹啊，秃顶了。您嚼着黄连枝叶斑。什么茶？苦丁。够呛。半夜里翻字典不开灯。什么茶？黑茶。呵，半夜里翻字典一无所获。
白茶啊，您这个戴着头巾翻字典，什么茶？蒙顶茶。哦，瞪着这俩牛眼翻字典，什么茶？寿木茶。啊，吃饱了喝足了翻字典，什么茶？杜种茶。哦呦，拿着大鼎翻字典，什么茶？功夫茶。呵，您背着媳妇翻字典，沱茶，挨了打翻字典，扁茶，打肿了腮帮子翻字典，圆茶。我把您捆起来还翻字典，你把我捆起来还翻字典，什么茶？锦茶。啊，喝过吗？这都是文化，茶文化讲究，喝茶得说出一样。呸！哎呦，你怎么意思啊？您，我啐你一脸唾沫星子，翻字典，什么茶？普洱茶。我招你了，什么茶都搁我这儿，又毛尖吧，又毛蟹吧。我认识你吗？不是，我这不是跟您开玩笑吗？我跟你开玩笑吗？您别急呀，别急呀，我错了，我年轻不会。有这么开玩笑的吗？全是我的，和尚。是我的不对，我当着各位给您道歉，我给您鞠躬，我错了，我错。我行行了，我给您道，我错了吗？你不懂。怎么不懂？现在要践行北京精神啊，爱国、创新、包容、厚德。对呀、啊，就你这个就不够厚德。记住了啊，在给人赔礼道歉的时候，先鞠躬后说话。怎么做呢，先生？我错了，多谅解，下回注意吧。给您开个玩笑嘛！太可气了，这个不说不笑不热闹，您真生气了，我给您赔礼，真赔礼。你怎么赔礼？我明天请您到我们家喝茶赔罪。你们家能有什么茶？我们家有洞庭碧螺春，哦，这是名茶。哎，西湖龙井爱喝，黄山毛峰爱喝，信阳毛尖爱喝，庐山云雾爱喝，安溪铁观音爱喝，武夷大红袍，云南普洱，君山银针，六安瓜片，这都是好茶，我喝了。中国十大名茶啊，是啊，好不好？好啊，这还不算完，还有吗？有，梅茶、雨茶、猪茶、抹茶、深茶、禅茶、苦茶、砖茶、叶茶、片茶、墨茶、包茶、秋茶、夏茶、酸茶、饼茶、米茶、果茶、早茶、晚茶、生茶、熟茶、清茶、紧茶、丁茶、扁茶、方茶、圆茶、沱茶、砖茶、碎茶、散茶、山茶、野茶，还要代表我们中国的特色、中国的文化、中国的传统。为了提高大家生活快乐指数，我自主创新的什么茶？幽默开心茶。好。谢谢。在过去的年月里啊，老北京的爷讲究两个标配，一笔好字，两口二黄，这足见人们对于戏曲的要求就像书法一样重要，是一个人的脸面。相声演员里有不少都是戏曲的资深票友，相声乌龙院是一段传统的腿子活，也是何云伟比较喜欢的一个作品。他呀曾经表示，乌龙院可以参考的老先生的作品很少，只有于宝林和冯宝华、黄铁良和尹笑声这两对老先生的视频可供参考。何云伟在参照老先生表演的基础上，给作品加入了很多自己的理解，让传统相声焕发出了新的生机。您从事的是什么职业？我是相声演员。相声演员。对了，咱们二位拉拉手吧。拉手是什么意思？我也是演员。您也是相声演员。我是戏曲演员。哦，行当不一样。具体说吧，啊，我是搞这个国剧。哦，京剧。哎，又叫皮黄啊。嗯，有意义吗？有意义啊、嗯，差一点就没意义了啊。我是搞京剧的。哦，京剧演员。哎，京剧，京剧您熟悉吗？太熟悉了，也喜欢啊。生旦净丑，哦，四个行当。哦，也学过吗？啊，学是没学过，啊、我业余爱好啊。那跟我差得太远了。您呢？我是从小做科。哦，我四岁。我四岁就做科学。您先等一会儿吧啊，您四岁就已经这么高了，嗯，后头这二十来年才长了这么一点。我让你包贬我了吗？啊，这不是您自个儿这玩意儿有早长有晚长的呀、啊、是您那长得太早了啊。我四岁做科学系。哦，哎，我是荀派传人。您是学荀派？荀派花旦。花旦，我是男旦。哎呦，男旦可值钱。哎，我是男旦。哦，哎，这儿不好找。是是是、啊、现在舞台上男旦现在越来越少了。对对对啊，我提一个人您知道吗？哪位啊？叫孙玉敏。孙玉敏那是咱们北京戏校的校长啊。啊，对对对啊，那可不是外人哦，那是您的内人呐。
那老婆都70多了，能是我内人吗？您说不是外人，那是我师姐。那是我师姐。师姐，哎，排字儿。她玉字儿，她叫玉敏，我叫玉米。玉米啊，玉米。那咱们俩拉拉手。你也玉米，我山药啊。对，瞧您这脸型倒是像山药啊，您倒是像玉米啊。那不像话，玉米它嫩呐。唱花旦讲究嫩呐。也有那老玉米啊。我是那刚掰下来的，知道吗？正嫩。是是。哎，花旦的特点我是完全的掌握。您都练过基本功吗？哎，手眼身法步。您瞧。哎，尤其是这个脚底下。有功夫。那叫抬步啊。啊，圆场。这什么叫圆场吗？哎，就是绕着抬。哎，跑圆场。绕着抬。啊，走起来风摆荷叶。是是。您看，不像走。像。像飞起来一样。哦，飘着。哎，唰。太漂亮。哦。因为功夫到家。是是是。啊，不客气说。就你们这台啊，就你们这台啊，怎么样？我兜着四脚跑吧，啊，跑一天我不晕。哦，跑一天，兜着四脚跑，跑一天我不晕。您不晕？我不晕。我们晕啊。这里有你什么？这有跑一天的吗？不是，就是卖力气。是是。这三圈下来，我这个袜子跟水洗的一样。嘿，这位还是汗脚啊。啊，不是，有功夫哦，就是卖力气。有功夫都不出汗啊。有功夫。是是。有机会啊，有机会我带着你唱一出。哦，我喜欢培养的青年，我喜欢你。我们俩谁是青年啊？我喜欢你。行了，我喜欢你。有机会。行行行，今天这机会就很好啊。什么机会？今天啊，咱们这个笑动百乐会哦，大家伙乐呵乐呵啊，咱们唱一出。可以啊，可以可以。行吧。你是唱什么呢？我呀，啊，我老生。啊，老生啊，老生你受得了吗？哎，什么老生孩子呀？是怎么？不是，您老生啊，老生是个行当啊，您连这都不懂啊？那不能叫老生，那叫什么呀？那叫虚生。哎，对了，也有叫虚生的。哎，你说虚生我知道，老生的太俗。是是，说太俗。对啊，就是这行当。四大虚生。对 对, 对，是吧？您哪派啊？我呀，我也没有派，我瞎唱。啊，哦，什么？我瞎唱。哟，那您眼睛已经不行了。哎。怎么有一句就添一句，您不说瞎唱吗？瞎唱就是我唱不好啊。那您是客气了 啊, 有机会，有机会咱们合作一出。不是说了吗，今天这机会就不错呀。咱们怎么唱法？怎么唱啊？我陪着您唱一出啊。那您可得找那个荀派的代表剧目。那当然了啊，荀派代表剧目。是啊，主要是衬托您。可以，咱们来一回这个豆汁记。啊，这什么豆汁记啊？那玩意儿多味儿啊，倒是太味儿，没让您真喝。我来不了这个啊，我来不了这个，来不了这个。我焦圈还行。哦，也没有焦圈这戏啊。那咱换一出。什么？换一出红娘。红糖。红糖。啊，您刚养活完孩子呀，是怎么着？啊，红酒店的红糖了吗？什么玩意儿？红娘。红娘，这是荀派的代表剧目。还荀派啊？荀派代表剧目。您就说荀派就得了。无奈有一节啊，这玩意儿唱不了。怎么唱不了？得有一个好的张生。哦，啊，张生，您看您这模样不像张生，那我像呢？蟑螂。哎，我让你包去。您不是唱老生的吗？这里没有老生啊。哦，是不是啊？那干脆，我呀会的不多啊，要能唱呢，这回咱就唱。挑一出要唱不了就吹了。什么戏 啊？咱唱一回《乌龙院》，我演的最拿手。哦，您会来？因为我4岁的时候啊，头一出戏就是这个，这是开蒙戏啊，《乌龙院》。哦，《乌龙院》。好好好啊，那咱们来一回。无奈有一节，这戏太大。那是，嗯，咱也不能全唱了，嗯，咱们掐去两头，不唱当间。哎啊，那就没门了。那什么呀？唱当间。当间哪儿啊？咱们就唱啊，这个坐楼这一点儿啊，坐楼杀鸡。哎，这杀鸡杀什么？坐楼杀西。坐楼杀西。哎哎，对对，就是这个，没问题。您就来这阎婆西。我来阎婆西。对了，啊，这是个泼辣蛋。泼辣蛋，您就看我这个泼辣劲儿，得有那泼辣的意思。那您去谁呀？我给您配一个这个老生。老生。哎，宋江。宋江。哎，那没问题。没问题，没问题，这是您。咱把这个台还布置一下。您先等会儿吧。怎么意思？还唱不了？怎么唱不了？咱们唱戏是不是得穿着衣裳唱啊？是不是啊？这得问清楚了。就您这模样，要脱了有什么可瞧的呀？那且比你强啊！啊，你就看我，你没照镜看你自己啊？你这模样，你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有不穿衣裳唱的吗？不懂啊？穿那个龙头。龙头。不是龙头。龙头有。龙头。龙头有。啊，现在不能给您。是啊。那驴啊带着拉磨去了啊。等那驴回来。
你不懂啊，这是行话龙。嗨，就说那个普通话叫兽医。啊，不是，兽医什么好，兽医也不能给您的啊。您这气色再活俩月没问题啊，不要死啊，是怎么着？那叫行头。哦，对，行头。哎，行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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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行头，有行头吗？没有。你给我借一个，我们这是相声专场。你上那个京剧院给我借一可身的。哎呦，您这个头要借可身的可困难点儿啊。你给我借一个去。我哪儿借去呀？你借一个去。今儿都下班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啊，没有。咱就素身唱。哦，大褂就这意思了。哎，那行了，行吧，那就将就了。哎，将就了。啊，场面呢？场面也没有。哦，拿嘴学着打家伙。怎么呢？您上场我打，我上场您打。对，锣鼓经您熟啊？哎，熟啊。那没问题，行吧。不过要没有这个剧装啊，这也是不好看。那怎么办呢？得区分一下男女。哦，因为我是个男旦呢。是是是吧？我区分一下。这颜色都分出来了。今儿出来的时候我还带着手绢呢。哦，带一手绢。是。行，就是他吧。哇，就是他。哎呦，我呀包一包，我呀包一包头，嚯，好吗？啊，包一包头，这个为的是什么呢？区分一下男女。哎，这想法倒是好的，是不是？啊，哎，这就齐了。啊，这齐了。您把您姥姥那手绢拿出来了吧？这谁姥姥啊？啊，你得叫太奶。啊，对。哎，我那辈儿还下去了啊。行了行了，这就行了，像文像三分样啊。您够样的了。啊，就是区分一下男女。是是是，好不好啊？来来来，咱把这个桌子也往后搭一搭。什么意思呢？啊，分出前后台来。哦，可以。桌子前面为前台，桌子后边为后台。哦哦，行行了，这就分出前后台来了。对了啊啊，这儿就是上场门，这边呢下场门。哎，分清楚了 啊， 啊，场面刚才咱们都交代清楚了，可以，咱们就都归到后台了。啊，归后台了。头一场是谁先出来呀？那我先出来呀。那我打家伙了。啊，您打家伙没问题，来吧。列位少派呀，表演的真不错。好什么呀，还捧呢？不错，挺好的。咱这什么戏呀？啊，乌龙院。这是乌龙院。乌龙院这是黄鹤楼，张飞出来了。这是不是张飞？你不是宋江吗？啊，你怎么宋江他不能是这调啊？您这是四鸡头了。不是四鸡头吗？四平调。哦，四平调啊。哎，我以为四鸡头呢。您那家伙点打错了。哎，行，你够意思啊。啊，再来，你还挖鸭鸭呢？你看够意思。您都四鸡头了，我都看你丸子了啊！看你丸子，我连午饭都露出来了。一个两个两个两个一个两个两个一个两两个两个，打打打打打！什么意思？你怎么回事儿？你我这紧着告诉您，打住打住！哦，您这是打住啊？哎，我以为让我拉七回呢。我拉的时候您别张嘴就行了。哎啊。那我什么时候张嘴啊？我拉完了你再张嘴啊。这句怎么听着这么别扭啊？你等着我这过门啊。你把那闲字带出来啊。行啊，拉完弦儿再张嘴。拉完弦儿再张嘴啊。哎，讨厌这人。来来，列位少派呀，噔噔个一个噔的噔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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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个噔的噔个噔一个噔噔的噔啊，大老爷噔啷个啷个啷啷的噔，大鼓槌噔了啊他噔，这什么弦儿啊？老噔噔的，您就甭圆一就得了啊！牙签来了我宋家。为人宋公明，哎，这点还不错。在云城县当了一名刑房师吏，有点学问。今日天色尚早，什么意思？你有完没完呢？念白还有捧哏的，不是？说一句垫一句。我这让您呢省点劲儿，我现在不累，为缓口气，不用。来来，您甭愿意啊。我不免乌龙院奏啊走，当了。
噔噔噔噔噔噔噔超干兄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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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结了声，噔沉那干噔什么弦老噔噔的您就别往里头垫弦了，这不是配合吗？哎，行了行了，还不恭啊，闻来到了刑房，我也曾呐、啊。探春消息将他们放，嘱他们上梁山避火羊，一步儿来只在大架呀上，又看见说短刀啊长，当当当，老弟当，列位请了。把我干这儿了啊，列位请了，请了请了，方才说些什么？没说什么啊，没说什么，前面走的张文远，前面走的张文远，后面跟随宋公明，师徒二人共走一条道路，真叫人阔发一笑，哎呀哎呀哎呀，在哪儿轰鸭子呢？是怎么着？打家伙吧啊！噔噔噔噔噔，拉的拉的噔，一步儿来迟在五龙院，青天薄日把门关。噔噔噔噔，拉的噔，青天薄日为何大门紧闭？待我上前叩我门。大姐开门来。又把我干这儿了啊！大姐开门来，大姐开门来，开门呐你！我说你这人讲理不讲理？哪儿不讲理了？你是干嘛呢？你这不是叫门呢？叫门呢？啊！你在门里边，你在门外边呢？嗨，叫门在门外头，在门外边呢。啊！你人进来了吗？没进来啊。人没进来啊？扇子进来了。不是，那您得说话呀。我说什么话呀？就那么一句啊。外面何人叫门？哦，打这儿来呀、啊？打这儿来呀、啊？那没问题了。啊，再来再来。大姐开门来，外面何德门叫德门呐、啊？就这么一句，您还错了，何人叫门？哦，刚才我呢？何门叫门了？哦，再来。大姐开门来，外面何德人叫德人？何德门叫德门？啊，何德门？何德人叫德门呐、啊？好费劲呐、啊、怎么连你家宋大爷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吗？要把我干这儿，外面何的人叫的门呐？怎么连你家宋大爷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吗？外面何的人叫的门呐？是我。怎么意思？你嚷什么你？啊，您往下说呀！往下说呀！往下说呀！哦，来来来，原来是宋大爷，您来的不凑巧了。来来，外面何人叫门？说这个啊。大姐开门来。你先等会儿。不是啊，您怎么一脸的怎么嬉皮笑脸？这玩意儿不行。这个宋江见阎婆惜去了，他打心里头高兴啊，喜庆，哎，喜庆，那来吧，对，这心理活动我得把它表示充足了。
大姐开门来。外面何的人叫的门呐？怎么连你家宋大爷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吗？哟，原来是宋大爷来了。宋大爷，您来的不凑巧哦。怎么不凑巧？你来的不凑巧哦。怎么不凑巧？你来的不凑巧哦。怎么不凑巧？我们这儿洗脚呢。去。这的作品对于擅长学唱，尤其是擅长学唱京剧的相声演员来说呀，这是一个必须学会说好的节目。来自于北京的相声演员李林，从小呢学习北京曲剧，对于学唱表演呀，有着自己独到的心得体会。给他捧哏的柳连海，看起来和中国人没什么区别，其实啊，他是一位韩国朋友，因为喜欢相声，特别拜师相声演员曹云金，专心学习。这一中一韩的搭档组合，是不是已经引起了您的兴趣了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我身边的这位啊叫柳连海思密达，好极了啊！哪有这后缀？你刚才主持人啊，曹云金介绍了，是我是介绍啊，就这行了。你看，这是一个韩国的小品友，知道吗？哎，韩国的小朋友不远万里来到中国，是的，来到中国伟大的首都叫北京了。好嘴，哎，我们这个来北京跟曹云金学习相声，哎，对，很用功，哎，那贯口啊，我们相声演员的贯口人都行啊，也不都行，人家学校组织一比赛叫外国人说中国话大赛啊，人旁边老师我给您唱一歌吧，老师我给您跳一舞吧，我们孩子上去了，老师我请您吃这样高这样高这么严重，快来送手机车子，老师停，冠军归你了。我这不是欺负人吗？他一个外国人啊都喜欢传统艺术，哎，对，我们国人就更有必要喜欢。是您今天各位来到这儿都是尊重传统艺术，喜欢传统艺术，哎，都是喜欢。我本人就特别的钻研这个传统的艺术。是吗？哎，你比如说什么京剧啊，哦，昆曲啊，对，曲艺里的各种古曲啊，都是国，哎，包括我们这个相声啊，我都耐这些东西，你知道吗？哇，我特别喜耐，你知道吗？喜欢是，嗯，尤其是啊，这流行歌曲有时候您听啊，大白话没有什么意境，水一点，哎，唱法也很普通啊。你戏曲不一样，是吗？你就拿这京剧说啊，国粹五大行的生旦净末丑是。首先我说我最喜欢的老旦，老旦，老旦哦，老年妇女，哎，说话什么老年妇女，就是封印犹存半老徐娘的美眉。哎，老旦这不好来啊，你没条好嗓子，你嗓门不冲，你甭打算干这个。是啊，你知道吗？我给你学一学好不好？啊，您可以学一学。我觉得咱们来两句这个老旦的唱腔啊。哎，太好了。龙旗凤年金黄尘呐，坐好，哎呀，我是艺术家了，快点，哎呀，太好了，这叫艺术家。还有好的，还有旦角里头有青衣啊，有啊，青衣分四的名旦、八的名伶，嗯，四的名旦就是梅上成学，哎，是这么四位。我自己最爱的是程砚秋先生，哦，哎，程派的唱腔很讲究，是叫高而不破。低而不弱，快而不乱，是慢而不断，哎，特别讲究，啊，非常的顺当，嗯，鬼音啊，嘿，气若游丝啊，哦，今儿咱们再学一学这个，好吧？哎，您可以学一学，哎，对。叫人心寒。
真好真好，我这这就留有一个好气力，是是是，哎，要不然你唱不了这个东西。哦，这个是程派啊，还有曲艺我也喜欢。哦，曲艺，哎，有很多人知道我是这个跟北京市曲剧团有很深的这个渊源。哦，曲剧演员，北京曲剧的前身，嗯，就是单弦牌子曲儿啊，岔曲儿。哎，这个东西啊，嘴里得干净，有一名段叫《风雨归舟》啊。是啊，一唱起来后，那大鼠子当当当当当当的，得把这些话说清楚。那您一定给我们学学这个，再学学这个，再学学这个，哎。唱起来，描写这个景致啊！唱起来啊！那巴扎的冰雹把山花打，布噜噜噜沉雷震山川，风吹绝岭当啷啷的响，唰啦啦啦大雨似涌泉，山洼积水满，涧下似深潭，霎时间雨助风儿喊，天晴雨过风，风萧远。急慌忙驾小船登舟离岸至河间，抬头望正东南，远走山头碧亮亮的天，长虹倒挂在天边外，碧绿绿的河也就沉着粉连着，把打扮上来滴溜溜的金色里，唰啦啦啦放下钓鱼竿，就到这儿吧，底下还一万多句。哎哎，学得真清楚，这都见功夫。是，为什么好听呢？嗯，遵循着自己的艺术规律来发展。哎，对，你什么东西不能胡改？是啊，一改啊。准出笑话，是吗？你看，你看，捧哏都到这儿就抬杠是吗？哎、啊，是，你看这是吗？可以改变一下。谁告诉你改变？我今年我看一大乐，知道吗？大乐，一个文化有限公司啊，哦、给这个某京剧团，嗯，投了一个大型历史古装史诗交响经典京剧、啊，你就没看过这好玩意儿，你知道吗？是啊，哎，一个青衣啊站台中间，哦，一边站一小丫鬟，哦，青衣在这儿，嘿。是谁呀、啊？青衣董事长 CEO 啊，哦哦、董事长旁边俩小丫鬟啊，哦，秘书，启禀董事长，启禀 CEO， 发布会均已齐备，可以开始了吗？均已齐备吗？正是，开始。哎，这出发刚要开始，跑进来唱五口的吧。时不好，胡事心慌。什么事儿？乔布斯，宾天了。乔布斯，唱。哟，你带怎那讲？乔布斯 ，Game Over 啦。Game Over 啊！英文都有。台上四十多个小丫鬟，我哭得还挺惨。旦角往这一站，哎，乔布斯啊！胡琴儿，噔儿楞噔儿噔儿，一根儿楞的噔。问天乔布斯奔天去，哎，手中拿过 iPad。什么折扣这都？哎呦，这个地方没有 WiFi。WiFi 呀、啊！我的股票要赔到哪？家去，您说这个编剧得多有生活、啊、是最可乐的啊啊！京剧它有一个创作规律，哦，创作规律，哎，一定得是北京话、北京音、北京字、北京味儿，要不怎么叫京剧？包括我的老师教给我，里头还有中州音、湖广韵，哦，这东西才好听。是，有这么一出戏啊？哪出？叫《秋胡戏妻》哦，桑园会。我叫桑园会，一定京剧得拿京字京白唱起来好听。是啊，我先给您唱唱这桑园会啊，您学一学，来原版的啊。嗯，马来秋胡大马奔的家乡，行人路上啊，马蹄呀忙，坐立在吊鞍永牧王，见一位大嫂手盘指桑，前因儿好像罗妇女，后因儿好像我的妻房，奔当乡前讲起还呐。且慢呐、啊，错认了民女罪非常啊！打扫亲来见礼啊！整个这么一段，京字京白，哎，京字京白啊！我那次去山东演出去，哎呀，太可乐了，嗯，碰上一个老戏迷。是啊，山东一大爷哦，这山东人舌头根子硬啊啊，对他们说话这舌头根子啊，辨别不出来这字儿哦，肉不说肉，
说什么呀？有有不说有念什么呀？有秋胡不叫秋胡，叫什么？秋胡。回家不叫回家，回家。要咬你可是知道吗？老大一见我太高兴了，哎呀，这是首都来的文艺工作者哈，我就喜欢听你们这个相声京剧啊，京剧啊，我天天在家为了唱京剧，我练普通话呀，就这口条，普通话练的我老板学了，现在一句家乡话都不会学了呀，你们就是不会说。哎呀，我给你们唱一段秋胡戏曲啊，啊，您还唱？哎，山东音，山东字，山东调，山东味，外加民间小调带黑炮，知道吗？黑炮，哎，等一下啊。秋胡都是马子奔那个家里，想呀这个路上是马不停啊蹄呀，只因为家这个拼呀，那都以这个银子上撇家撇呀撇夫撇母撇子又撇妻呀，大丈夫多是气能木有是气，战死在两人之下又能弄么的呀，耳听的反方就早了反这个胆，我耳听的嘟哒嘟哒哒哒的滴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哒滴哒哒，三国战将勇手推赵子龙啊，唱板破前程英雄，这个大起腿呀一起腿呀，大起腿呀一起腿，腿腿一腿一腿腿腿腿一腿一庆草，大的啦大名家叫做名鬼戏呀，出晚夜一夜见龙心戏，他名字头戴了乌纱，身穿了蟒袍，腰横了雨带，足蹬了巢穴，坐官在考吏呀，他名咱回家他没去，他名咱早回家早回朝里，姓叶不来这在这个上院一立呀，见叶为美大嫂，身穿着蓝布褂，这个腰系着这个青布裙，他手不放人落香烟，他一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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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摞摞摞，就摞到竹篮里呀。前影儿好像罗府的女，后影儿好像咋地气呀？奔当江天江西阴呐！憋死你呀！哎呀，我说铁蛮呐，托人了民女是咋地？哎，我说大嫂子，秋胡那个家伙上什么地方玩去？熟悉的相声演员师从相声大师侯宝林，他呀嗓音嘹亮，唱腔悠扬，韵味十足，有着深厚的学唱功底。老戏台这样的学唱类节目呀，就像是为他量身打造的一样，把他的专业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。大家不知道，李立山老师他们家几代人跟这舞台、跟这观众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。他最熟悉，咱远的甭说，就说你爷爷吧，我的祖父，他爷爷大家没见过，时尚哦，阳光是，那是真正的九零后。我还有一小爷爷，九十多岁了吗？快一百了吗？九十多岁的人吗？多岁？我听老人们给我讲过，他爷爷年轻的时候不得了，是吗？在那个年代，不管是多大的角儿，多大的腕儿，多大的艺术家，没你爷爷，他们就没地方演去。这我爷爷太有本事了。当然，我给你举个例子，您说说，马连良你听说过吗？那我当然听说过，京剧大师啊，四大须生之首啊，马派，唱腔俏丽，台风潇洒，一张嘴是满堂的彩。我学两句。学不像啊，就那意思，学不像、此时间不可闹笑话，胡言乱语怎满砸在长安，是你夸大话，为什么事到如今耍奸猾，左手拉直了李左车，右手在把乱步拉，三人同把那鬼门关上爬，就唱这么好，是没你爷爷，他这好就要不下来。你说我爷爷得多大本事啊？还有一位老艺术家叫老白玉霜，你听说过吗？我当然听说过，那是评剧皇后，三十年代就唱红了大江南北。对，一唱底下掌声雷动。您学两句。哎，对，学两句。你呀，你本是。
儿的诚信不了想啊，落日在这半儿光啊，将恨死个人呐、啊！可以鼓掌了。把我拦住，愿意您你打算让我这出唱完哪儿行啊？唱得多好啊！太好了，唱这么好，没你爷爷，他这好就要不下来。就这么大本事，我爷爷啊！我知道了啊，我爷爷呀、啊，老戏台的老板。哦，不是老板，不是，不是，琴师。哦，也不是琴师，古老。嗯，不是古老，我爷爷是。木匠，哎，我爷爷是木匠，当然手艺好，老木匠了，那怎么还离不开他呀？你想，你爷爷干嘛的？嗯，木匠。对呀、啊，他要不把这台搭好了，他们上哪儿唱去？你爷爷手艺好啊，分凿斧锯都用上，敲。哇，打这儿留下了单眼吊线。嗨。一看台搭好了，一挥手，行嘞，你们上去耍着玩去吧。耍着玩去，到舞台上耍刀舞枪唱大戏，文戏武戏。嗯，爷爷搭这戏台可太漂亮了。是吗？飞檐翘角，木雕精美，雕梁画栋是五光十色。就你爷爷搭这戏台啊，当年敢跟慈禧太后后宫那古戏台相媲美。嚯、哦！特别是你爷爷搭这戏台的两厢立柱上，嗯，有一副对联写的特别好。他这对联怎么写的？上联是古往今来顷刻间能演千秋时事，下联呢天涯海角方寸地可走万里河山，多好，戏剧小舞台，人生大舞台。没错，你爷守这老戏台守了一辈子，可以说你爷这一辈子对这老戏台是情有独钟，那是太有感情了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他为什么这么有感情呢？就因为你爷爷在这戏台上哈认识的你奶奶。哦，他在这儿谈的恋爱。对，你奶奶是曲艺世家出身，嗯，从小呢一点点长大了，学的是西河大鼓。对，他看上你爷爷了。嗯，你爷爷不但为人忠厚，关键是弹了一手好三弦，两个人结婚以后配合的是珠联璧合，一口气连生了三个儿子。哟，给这仨儿子起名字有特点。起什么名字？老大叫李立。哦，那是我父亲。老二的李根儿，那是我二叔。老三的李楞，你瞧这仨孩子，哥仨搁一块儿，李根儿楞，那就扯去吧，这不扯李根儿楞吗？这不是？不是，这名字跟你奶奶职业有关系。这名字跟职业有什么关系？你奶奶在戏台上唱西河大鼓，你爷爷伴奏弹这三弦儿、啊，你一听前面这过门，就这哥仨的名字。是吗？你注意听。冷的里个冷啊，里个冷个里个冷，但是里个冷个里个里个冷，但里个冷里个冷个里个里个冷啊，里个冷个里个冷。我奶奶叫这仨孩子回家吃饭去，这是。你奶奶一看，叫好声不断。妈走。是羊，石头吊桥，擎天柱望天后，风力在左右，雨打的北温刺儿难瞧，用袍袖单去了北温土，滴个冷根冷，又来了又。唱到这儿，底下有一个人叫好，有喊好的，你听着那么别扭，喊好还别扭，好啊。好气泡。这什么人呢？这我有这人惹不起啊，这是当地有名的特霸哟，人送外号叫不够做。怎么叫这名字？就是不够做人的材料。什么人啊？他非要霸占你奶奶。他敢。
他要敢动我奶奶一手指头，怎么样？死磕！你先别生气。怎么还不生气吗？你有劲儿使不上。为什么呀？你爸那年才6岁。他没我呢，我那是。你奶奶是宁死不从啊！为了躲开这个不够做的纠缠，你奶奶逃进了深山，在一座破庙里藏身。由于缺食少盐，时间不长，你奶奶头发可就全白了。你爷爷为了救出你奶奶，毅然参加了八路军，英勇抗战，奋勇杀敌，带领大部队杀回了家乡，活捉了不够做，就在这老戏台上开了功臣大会，把他是就地正法，这才报了仇。你奶奶这才又重新回到了老戏台。一转眼你爸爸长大了。哦，他长大成人了。你爸爸从你爷爷手里接过老戏台，你爸爸对这老戏台比你爷爷还要情有独钟。他怎么这么有感情？因为你爸爸在这老戏台上啊认识了你妈。感觉这老戏台还有谈恋爱的作用。你爸爸那时候是文工团的团长，对，吹拉弹唱无样不通，特别是这个笛子吹得特别好。哎，那个时候刚解放，建国初期，演员们都盼着晚上能有一场演出，因为演出结束以后呢，有一顿丰盛的晚餐。哦，赶上赶上伙食。对，你妈妈呢，刚入团，长得漂亮，当的是报幕员，叫主持人。对，现在叫主持人。对，你妈妈呢，也惦着晚上那顿晚餐。结果呢，头一天报幕，一张嘴就报错了。怎么报错了？我给你学学。啊，大幕徐徐拉开，你妈妈款款走上舞台。观众同志们，大家晚上好。大型文艺晚饭现在开始。晚饭？你爸爸的编舞条一听怎么了，丫头饿晕了。不对不对，文艺晚会，我听见了，你喊什么呀？对不起，更正一下，大型文艺晚会现在开始，第一个节目什么呢？你爸爸的笛子独奏。哦，哪个曲子？扬鞭催马运粮忙。哦，你妈妈一紧张又报错了，结果你妈一下台就哭了，你爸爸可没批评了，俩人从此就产生了感情了。瞧，俩人结婚以后可就有了你了，生了我了。你在舞台上一点点长大了。太喜欢艺术了。对，受这老戏台的熏染，你考上了部队文工团。哎，一干就将近50年。没错，如今你是我们相声界军衔比较高的一位，是少将的军衔，了不得了。前不久，你带领文工团又回到老戏台。对，你们全家几代人一听说你回去了，全去了。你爷爷90多了，非要上台给大伙儿唱首歌。他要演节目，唱得好。他唱嘿嘿哈，都使用双截棍的，嘿嘿哈。